是谁和谁的心刻在树上的痕迹，是谁和谁的名留在墙上未曾洗去。虽然分手的季节在变，虽然离别的理由在变，但那些青梅竹马的爱情不曾忘记。上班都在一起，真让我意外。静静，事情不是你想要那样，你听我解释啊。明确，你还是去接你妈吧，这边我来就行了。陈秘书，我们走吧。是。回来多久了？好几个月了。那你为什么都不跟我们联络？时机不对。我刚回台湾的时候带着我妈，日子过得并不好。那个时候我连工作都找不到，我哪有心情跟大家联络呢？不过现在我工作上的轨道有一点小成就，我想现在是面对大家最好的时机，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分享我的成就，以我这个朋友为荣。小马，你去了美国十年，这十年来，我们大家不知道有多想念你。每次聚会的时候，都会提到你，都很希望你可以赶快回来跟我们见面。你是我们最要好的朋友，所以不论是失败或者是成功，我们都不会在乎的。但是我在乎，这十年来我在美国看尽人情冷暖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对我来说，成功才是一切。没有人反对你去追求成功，但是你在追求成功的同时，是不是也应该跟我们说清楚，你不在这段时间，你都躲在我们的背后，都做了些什么事？你懂，那天救我的人就是你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你就是 Michael。 为什么不说话？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对，我就是 Michael， 我一直在你身边陪伴着你。你失意的时候我安慰你，你开心的时候我跟你一起分享，甚至有人欺负你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跳出来保护你。够了，你用 Michael 这个假名窥探我的私生活，扰乱我的一切，这样子很好玩吗？很得意吗？你静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不方便跟你见面，所以我才用 Michael 的身份来关心你。我不需要这种关心，
这种偷偷摸摸的行为，只会让我觉得不舒服，让我觉得反感。这样说，真的很伤人。我只希望在你无助的时候，能够陪伴你。我只想尽好朋友应尽的义务。好朋友就不应该这样欺骗、这样隐瞒的，不是吗？你口口声声说把我们当成好朋友，可是你心里却全盘否定我们这么多年来的友谊。你不是见到凯竹了吗？可是那是什么态度？怎么了？你是觉得我们这些朋友都高攀不起你，是不是？只是这样，我还要替我们赵邦所有的人来找你算账。算账？好啊，那你开个账单给我，不然约个时间吧。我请大家吃饭，算是跟大家赔不是，可以了吧？你不要再跟我嬉皮笑脸的，小马。以前你在上学的时候喜欢翘课。喜欢恶作剧，爱打仗闹事，我们全部都可以挺你挺到底。只因为你是我们的好朋友，但是你现在的行为，真的让我觉得你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或许将来你会平步青云，得到你想要的财富跟权利，但是你永远得不到这些关心你的朋友。静，难道你不想听我解释吗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，更何况我连你是谁我都弄不清楚了。是什么？一个青梅竹马的老朋友，还是一个专门玩弄这些感情的 Michael， 又或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马经理？你知道吗？有一个很可怕的黑洞，非得要把关心你的人一个一个的吞噬掉，你才甘心吗？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你了。青青，贵妇就是贵妇哎，气质好，人又漂亮，真是没话说。我来救人，说我是贵妇，真不好意思。太太，真漂亮。看，就是个狐狸精嘛。啊，美国回来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啊，我嘛美国回来的啊。四点外嘞，啊，这一定照跟这种男人是怎样？每次都这么慢，要来接我的真的是，先看看送他们的礼物有没有给他摔坏。董三八给我哪里呀？NICHELLE。你这个不是我在对我写的 EIANA 百安娜，这不是我在对我写的啦。哇
可恶、啊！你下狼啊！人家白木把行李箱拿错了，拿我的行李箱上的事，白木也不能白木。哦，就是这十五人啦、啊，行李箱拿错，跟我一模一样，就是他拿错的。哎，小姐，这边啦。哦，我叫小姐，你才回头哦。哦，小姐，你找我什么事吗？不是啦，你那个哦，行李箱拿错了啦。哦，我想你误会了，这是我在 Beverly Hill 买的行李箱，一个十几二十万，我不可能拿错的。你讲啥？十几二十万？哎呦，拜托哎，这个在哦，跳蚤 Market 买哦，那几千块都买得到了啦。Markets 啊？听不懂哈、哦？国语翻译的意思哦，就是哦，跳蚤市场。Understand？ 喂，我还没有讲完，你叫什么？哎，不是啦，那是外行李箱啊。哎，哎，喂，小姐，小姐，快点，快点，是外行李箱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动哦，你看一下就好了。这是我的，你放手，你放手，你放手，看一下就好了。你看什么？戴安娜？什么戴安娜？买那个什么秀？放手！这都是我的，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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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的。拢是你，我买给大家的礼物都翻出来了，弄坏了，你要给我赔，我跟你讲。这真的不是我的行李箱。哎，那我的行李箱嘞？你看我提的那个才是你的啊！你把我那么贵重的东西放在半路上啊？太过分了！哎哎哎，我跟你讲哦，不准走哦！你把我东西让我翻成这样子哦，你想一走了之哦，没有跟我说声对不起哦。放手，放手！你把我那么贵重的东西放在半路上，万一被偷了，我没叫你赔就不错了。你放手，不准走！不准走！我跟你讲哦，你没有把我东西好一件件收拾好的话，我不准你离开这里。怎么有这种人呢、啊？哦，有蛮你，有蛮你，你就通欺负人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你有蛮你哦，你提去哦看医生啦。哎，你这个人，我给你赔偿你还不好？你这次碰到这么不讲理的人，我不讲理，你才不讲理！我跟你讲啦，你把我皮箱弄成这样子，你还不跟我道歉，还骂人哦！我跟你讲，你今天没有把我皮箱的封死，一切一切都排好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不准离开机场，你莫名其妙讲一声，你看这样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！好啦，毕竟已经都半小时了，你妈已经急死了啦！哎，知道啦。把行李箱整理好就好了，我一定不被你弄坏，弄坏了怎么样？啊！太过分了，妈，放开我！今天你们来的正好，这女的无理取闹，我要钱她也不要，一直缠着我，哎，真是莫名其妙。你还恶人先告状哦？哦，你把我行李箱弄得乱七八糟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你今天没有把我行李哦整理得好好的哈，然后跟我鞠躬道歉的话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哎呀，小姐，能不能先走？这里我来处理。哎，你不要走啦！哎，师傅太太，我跟你讲，你东西再不去，再不去争起来哦，东西被人家拿光了啊！对哦，你下次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哦。好、啊，对的，东西的。哎哎哎哎，拿，你们小心外面，别再追了。好，刚刚不帮我评评理，走开了，走开了。我太乱了，帮我评理还在那边看看我的东西，你摔坏的。Hello， 岳武大人。怕你个头啦！我林金班呐，塞胡车来哟、喔，这么晚才来机场接我。妈，对不起啦，刚刚就路上塞车，马上就要生气啊。你们都不知道、喔，妈妈刚刚被三个人欺负，你知道吗？对呀、啊，他把我行李箱弄得乱七八糟，人就跑掉了啦。都是你们啦，如果你们早一点来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三对三哦、喔，我们就不会输啦。那你跟我说，到底谁欺负你？教训他！你最喜欢放那个马后炮了，啊，人都跑掉了，你找谁算账啊？欺负我嘞！谁给你们不放给塞？你还在那边做什么啦？行李箱啊，快点！爸爸，哼，那个叫你献的吗？我记住。
下去哦，你风化肚顶哦，绝对让你好看。其实我来找你呢，主要就跟你谈小马的事情。俊，嗯，怎么了吗？啊，你中午没看电视啊？没有啊。他上电视了，还大谈什么环保建筑。上电视？是啊，麻烦就在这里啊。当初他回来的时候，交代我跟第一千万要保密，瞒着大家，这样好，他上电视了，大家都看到了，瞒不下去了。小马这孩子做事怎么这么绝呢？喝水啊，谢谢。坐一会儿吧。嗯。那若梅知道这件事吗？若梅啊，这两天心情不好，说是闭关去了，手机也关了，联络不上她。不过她今天晚上就回来了。还有我老婆彩英啊，今天也是要从美国回来。你看看，母女同天回到家里面，要知道小马的事情，哎，我们家肯定是有一场家庭风暴要上演。我想这个事情，我头都痛啊。马俊做这么重大的决定前，怎么不找我们商量一下？就是嘛。这下子，马上就很多人要找上门来了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小马假冒什么 Michael， 这个事我还包不住了。到时候青青一定会找他算账的。青青那个火爆脾气啊，啊，你看吧，小马有的受了。这孩子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晓得他会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大家面前。不过谢谢你告诉我，我一定会让马俊给大家一个交代的。若梅，看得你真好。出去放空的这两天，有想通了什么吗？这两天我想了很多，关于一成不变的生活，我应该要改变。那很好啊。我必须从自己做起，知道自己要什么，而不是在顺从大家的意。Smart， 谢谢你这段时间试着跟我做朋友。对不起。请你忘了我，我相信将来你会找到比我更好的女孩子。若梅，你真的太傻了！你为了心里的一个影子，放弃一份可能的真爱，你这样值得吗？如果能够用值得或不值得来衡量，那就不叫爱情了。你说的没错，就像我对你的付出，也从来没有想过值不值得。你心里的那个影子，是不是就是马俊？你怎么知道马俊的事？是凯竹跟青青跟你说的吧？他们怎么可以不经过我的同意就告诉你我的事啊？他没有跟我说，是我上你的部落格之后猜到的。而且，我跟你说，我见过他。是我不用三个愿望，每一天都有感动值得收藏。爱过的人留在漫漫岁月不能再续。我跟你说，我见过他。怎么可能？你见过小马？在哪里？你说啊。马俊现在在东皇建设当专案经理，黄以轩跟他同一间办公室。小马在东皇建设，所以他早就回来了。他在东皇上班已经好一段时间了，而且今天我跟凯竹都碰到他，他对凯竹的态度很冷淡，根本不像你们青梅竹马的老朋友。我相信他对你的感觉也是一样，说不定他已经忘了你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小马他才不是这样子的人。如果小马真的回来，他会回来看我们的。都已经这个时候了，未必要瞒你吗？
现在的电视都在播马俊接受访问的画面。我相信除了你之外，所有人都已经知道他在东皇的事情。姐夫啊，嗯，你等一下，如果没跟他寄回来，我们要跟他们讲说小马上电视的事吗？电视都上了，小马瞒不住了。哎，简单的，瞒不住的事情哦，我们就实话实说了。是不是回来了？若梅，你先别急，你坐，你坐，你坐，慢慢说。你们快点告诉我，小马是不是回来，而且还上了电视？我们刚刚也是若楠打电话回来叫我们看电视，才看到小马的啊。所以小马真的回来了。我一直以为，如果小马回来，我一定会是第一个知道的那个。没想到我竟然是最后一个。若梅，你不要激动。其实小马之前不让你知道他回来，他有他的原因的。因为这几年他一直混得不是很顺，最近才有点成绩，所以……啊，你该不会早就知道小马回来的事吧？这我该怎么说呢？其实马太跟小马找我是因为还钱的事情，我才跟他有联系的。爸爸真的不是有意要瞒你的。爸。知道小马回来，还一直逼我去相亲，要我跟其他人交往。你们爸跟傻瓜一样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啊，几乎啊！我跟你讲，不是我在说你啊。啊，这小马的事情你瞒着我们就算了，若梅是你女儿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瞒她，瞒得更久啊？我，姐夫，对不起，不用跟我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若梅。生爸爸的气好吗？阿虎，小姨丈，小阿姨，所以你们也都知道小马回来了。该不会你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了，只有我不知道吧？若梅，其实大家都是为你好，想保护你。为什么你们全部的人都要瞒着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们真的很过分！若梅，姐夫，若梅，别哭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小马一直把你当普通朋友。就算你知道他回来了，也不能改变什么，不是吗？小马喜不喜欢我，那是我的事情。可是你隐瞒小马的事，就是欺骗我，就是不对嘛。若梅，我是你爸爸，我瞒着你是想保护你。而且小宝他根本就不想跟大家见面，你要知道的不是更难过吗？很多事情不知道比知道幸福快乐多了。你不要再生爸爸的气好吗？爸，我是大人，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，我可以为我的行为负责任。我拜托你，让我有权利过我的人生，你不要随便帮我做决定。我不想再被别人当成傻瓜。对不起，爸爸，对不起你。我给你保证，以后我不会再瞒着你，替你做什么决定。搞了半天，爸爸才是傻瓜，怎么做都不对。你知道，真的都是为你好，好难过了，好不好？谢谢阿姨，小阿姨，小小。
欧叔，若梅她还好吗？哭得跟什么似的，怎么会好呢？都怪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把马俊的事情告诉若梅。你不用责怪自己，小马那么高调的上电视了，若梅今天不知道，明天还是会知道的，纸是包不住火的。哎，对了，你怎么会跟若梅提起小马呢？若梅她今天约我来，然后告诉我说她心里有另外一个人的影子存在，所以没办法接受我，我才会提到马俊的事情。哎呀，若梅她就是死心眼，还不如去闭关，闭关了两天，想了半天，答案还不是一样。哎，那你现在准备怎么样呢？是因为继续追若梅，还是就打退堂鼓了？我觉得马俊他是永远没办法给若梅一份真爱的。我相信若梅有一天也会看清这一点。我决定要继续追求若梅，我想要给她真正的幸福。好，我暂时没有看错你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若梅对小马的感情很难放弃的，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，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所以我已经做好打长期抗战的准备了。就算最后他若梅没有选择我，我也无怨无悔。哎，问世间情是何物啊？是叫人生死相许。为什么好女孩不是爱上花花公子，就是爱上坏男人呢？哎，人生啊，真是太不公平了。司马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我们一定要让若梅知道，你才是真正理想的好男人，啊！谢谢老师，加油。你知道吗？与其被你们用异样眼光看待，宁可我自己先站起来。我不要处于弱势，我不要当一个失败者，我要所有人都知道小马是一个真正的 winner， 我是 winner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啊，我告诉你哦，你儿子没有辜负你，
我做到了，我做到了。妈，你干嘛？陈东是把别人的尊严踩在脚底下吗？你这样做，让那些在乎你、一直惦着你、想知道你消息的好朋友们情何以堪呐、啊！妈，我这也是为他们好啊。要是以前，他们会用什么眼光来看我、啊？我希望他们看到我好，有错吗？你说呢？你只顾着跟齐青联络，结果破坏了改竹跟今天的感情。现在你又用这种高高在上的方式出现在大家面前，你只顾着自己虚荣，哎，你把大家耍着玩，你还说你没有错？我没有耍他们，我一直把他们放在心里面。难道我不能选择跟他们见面的时间吗？好，就算我姿态高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难道不该替我高兴吗？你扪心自问，你心里真的是这样想的吗？阿俊，自卑会让一个人变相的变成自大。我不要你再这样子冲昏头，你不能这样子下去了。跟我走。妈，妈，去哪里啊？去汪家，去跟他们一家人道歉。去汪家干嘛？我钱都还清了，道什么歉呢？又没对你情深意重哎，他到现在才知道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，你该不该给人家一个交代啊？不去，那就别怪妈不认你这个儿子。走，妈，妈，走，走，妈。还是回台湾好。台湾东西的确比国外好吃啊。对啊，妈，我回来这几个月啊，发现很多很好吃的台湾小吃哎。嗯，下次啊，我再带你去吃。那你呀、啊，你的工作态度要是有像吃美食一般的热情啊，妈就开心啦。妈，嗯，不要这样讲嘛。进来。夫人。史秘书。陈夫人，行李箱要放哪边？哦，放这就行了。今天辛苦你了，先回去休息吧。谢夫人。妈，嗯，你看这房子白装潢的不错吧？都是你喜欢的 style。嗯，我看看。这你爸算是了解我的啊。妈。不过有一点我不太明白，爸为什么别的地方的房子不挑，一定要来淡水买房子啊？虽然是说有捷运没错啦，但去公司还是有点远。你不觉得淡水挺美的吗？有山，有海，还有很浓厚的人情味。总之啊，淡水对妈来说有非常特别的意义。什么特别的意义啊？这些陈年往事，我说了你也不会想听的。好了，带妈到处看看，上楼去吧。好，嗯，那我帮你拿行李，小心重哦。好。哎，彩玲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没有？怎么可能那么快好啦？情商是最难医的，更何况啊，他现在知道小马是故意不理他，哭一个晚上才怪。对小马，我告艺术，回来不跟我拜个码头啊？看不起我这个教官吗？我跟你讲，看到他骂他不够，罚他教务蹲下50下，替洛梅出口气。一点都不好笑。我是公正经的呢。我看这样吧，彩妮啊，你要是有空的时候弄点吃的给他，顺便安慰安慰他。刚一出来哦，若梅就把那个房门都反锁了啦。啊！现在要进去也没办法。真的？那就让他自己慢慢想开了。Hi everybody, I go home. It's me. 真都时髦啊！Honey， 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可以每天为你这样打扮。
还是比较，我还是比较爱用婆婆。哎呦 ，Of course， 我跟你讲啦，我全身上下都是 Made in America。哦，姐啊，真的嘞！刚才一看到你，突然间惊起来，哎呦，认不出来，变这么年轻哦。Of course， 来来，我跟你讲，来来来来。哦，我这次到美国，看到好多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哦。哎呀，真的嘞！姐啊姐啊，你就好笑，你即摆讲讲话吼，头前拢会闹英语，真的跟以前不一样啊。我也觉得。来 ，give me a hug。啊，哈哥啊，抱一下啦。give me a hug， 来 kiss kiss。你要我没有什么关系，人家在美国都嘛是这样子，抱完之后然后亲脸颊，这叫做礼貌。东宝，来 give me a hug。东宝要采取抱就好了。你坐飞机坐这么久，已经累了，来坐坐坐坐坐坐坐。Thank you, darling。Darling， 我打卡嘞 ，Darling 什么意思？不是呀，是亲爱的意思。Darling， 哎呀，亲爱的，Darling。这样，阿若兰跟丁一不是去接你吗？当嘞？对呀，在后面呐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哎呀！还抱怨哦，我跟你讲哦，行李重哦，它是有原因的。我帮你们每一个人哦，都带了一件礼物。哦，真的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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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真的哇！我看看，金表。哇！这么大一颗，太贵气了吧，老婆，太贵了吧？哎，我觉得你这个应该哦，应该省一点嘛，你要留点钱让这个外点花，对不对啊？你放心啦，来来来，阿丽，哇，这是你的名牌包包，以后我们两姐妹哦就可以哦背着名牌包包一起去 shopping。漂亮，来来来，还有这件这件，东宝。哎呦，这是给你的外套啦，这冬天穿很暖哦。哇，这样这刚新的呢。哎呦，我跟你讲啦，小礼物呢。妈妈妈妈，那那那我订第一的嘞。哎，急什么急什么？你唔知啊？喝酒顶红底啊，恁就是咧红底啊，对不对？来来来来，各位观众，对表，与美对表，来来。很漂亮，很有眼光啊！现在，哎呦，开玩笑，去 America 一趟哦，眼光一定要变好。哦，谢谢谢谢。机会去 America 哦，那就华艳呢。来讲，美国人真的不是盖的耶，连到街上哦，去到一个那个什么 garbage 哦，哦 ，garbage， 垃圾啊。哦，哎，人家都好高级哦，下一次哦，有机会哦。我们一起去，我们再去阿美利卡一趟。来来来，哎啊，那个若梅，若梅嘞？若梅，啊没有，若梅她刚才肚子不舒服，她上厕所，对不对？好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就拿给她，她的礼物也很棒。来来来，还有，来，帮我拿给小吉利。哎，卡通拼图，现在美国好流行这个卡通拼图呢。可是妈，小吉利他那么小，他不会玩呐。你这个嘛，啊，小吉利是不会长大哟，这个放着也不会坏。拿回去，拿回去给他玩。我看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先回去。我明天带小吉利来给你看。哦，一定要带来给我看，我好 miss you miss you。其实我不用三。
待会到了汪家，你什么话都不要多说，只要乖乖的跟汪妈还有若梅道歉。还有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一定要忍耐，不能跟汪家起冲突，知道吗？嗯。马花香，你们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是带马俊来跟汪家道歉。哼，小马，你什么时候良心发现，也知道要来道歉哦？哼，真是不简单啊。妈妈，我刚刚才送我岳母回来，你等下这样进去会碰到她，这样真的不好了。我们已经躲了十年，够了。而且我们母子俩本来就欠汪家一个道歉。再说，马俊陷若梅的还不止这些呢。我姐这么好的一个女生，为了你这个没心没肝的人，耽误了十年的青春哎，欠她的，一辈子也还不完。再来，你来道歉，你讲的都干嘛？少说两句啊！走，回家，回家了啦。淑楠，孙若梅，她在家。对啦。走。爸，走了啦。既然人都在，那就最好不过了。谢谢。啊，没想到讲哦，我才哦离开短短的一阵子而已，家里就发生起拖拉苦的代志。我现在的好心情哦，好像被乌云哦遮住了一半。阿妮啊，对不起啦。姐，你别安尼讲啦。啊，虽然说那个更年期的事情我还没有完全适应哦，不过你放心啦，无代志。有代志我都安心了。嗯，好了，我也累了，我先回房间休息。这一会能接电话，困嘛不是，胖嘛不是，都不是，我累。好，我陪你休息，我顺便帮你按摩一下啊。哎，蛋蛋，我还是哦，等若梅出来哦，我再把妆卸掉，不然哦，她没有办法看到哦。好，什么啊？啊，不是在厕所而已吗？没关系，那我去叫他，我给他一个 surprise。哎，不，老婆，你刚刚不是说累了想洗澡吗？哎，回房洗吧，我们房间有浴室啊。有啊。哎呦，是秀多哩。哎，我是去美国看儿子，不是去医院做检查那个什么脑神经的，我哪会不知道我们房间有厕所啊？哦，只是啊，不对呀，我想看到我大女儿不行哟，总是要让我看到她嘛。哎，啊。若梅哦，她最近感冒了，可不好，她现在已经睡着了。玻璃，对。哎，乖，不丢。刚刚说在厕所，她现在跟我讲说感冒，快睡着。她现在是怎样？哎，你们说法都不一嘞。再说了，老妈回来哦，女儿应该很开心，怎么可能不出来跟我打招呼呢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你们瞒着我？啊，干母，阿妮。王小帅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东宝，你想闹事，你讲。就因为那个，他讲出来你担心嘛。若梅现在正在就习惯性就心情不好，就休息呀。啊，没有。阿丽，是你紧张啥？你说什么？若梅心情不好。没啦。若梅心情不好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这种事情很少见呢。有啦。十年前哦，小马不见哦，他是有自闭过了啊，不然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自己关在房间里嘞？该不会小马回来了？没有，你快点来！怎么会呢？哎，你今晚是你紧张啥？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啊。哦，很紧张哦。没有，很紧张哦。我来呀！哎，若梅，我刚刚想休息，但是现在好多了。哎呦，怎么了啦？什么心情不好？你吓死妈妈了！我以为小马又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抓西瓜，你知道？不好意思，外面门没有关，我们就自己进来了。王伯，王妈，小马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们还有脸回来见我们哦？啊，是怎么了？还钱呐！来就是还钱呐！300没多少啦，还钱呐！来呀，拿来呀！钱拿来呀！你先别激动，怎么了？你们放开我！
猜对了是不是？我猜对了是不是？小马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对我们家若梅做了什么？难怪啊，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连我这个妈妈回来她都不见。想当年啊，我们家若梅啊为你挡了一刀，然后嘞，你们家啊拍拍屁股就走人了。现在怎样？心血来潮回来看我们是不是啊？老太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都是我的错。马太太，你自己都顾不了了，你还护着儿子啊？我话还没有说完呢，不会对你们客气，你们欠钱就是要还的。你们马家哦，一家人在我眼里都是骗子，全部都是骗子。老婆，这马太是来给你道歉的，而且那钱他已经够了。我告诉你们哦。不准你们哦，再帮他们讲话哦！告诉你们，他们家哦，就是看我们家哦，吃定我们呐、啊，我们心软呐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拿我的房子到银行去贷款，才有钱去投资你们，啊，你们呢，却拿了别人家的钱在外面这样子逍遥，你们良心过意得去吗？你知道我们活在那种哦被讨债的环境里面，那是一个噩梦哎。你们这样折磨我们，你们哦比杀人哦不眨眼的凶手还要狠，你们比那个狼心虎肺哦还要恶魔，你们叫人渣啦！马家人都是人渣，骗人啦，欠钱不还。王妈妈，我尊重你是长辈，但是请你不要这样出言不逊。当年谁也没想到我爸会被人家骗，害你们受波及，欠你们钱是我们不对。但是我们一家三口这十年来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努力还钱。王妈，我们家不是欠钱不还的骗子。消失十年啊，无消无息，一生钱嘛无还完，那不是骗子是什么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骗的不只是我们的钱，还骗我们一家人对你们家的信任跟感情。你怎样关注我们？为了怕我去怪你，他从大学就一直打工打到现在，还努力的赚钱，让我们家儿子哦到美国去当个小留学生了。更别说，他到现在哦连个男朋友都没有，你说要还，你一辈子都还不完了。啊，这些都是我自愿的，跟小马没有关系啦。你我不